有几个太太，我得去救她。不能这样，你出什么问题？我怎么跟文杰交代？别争了。 是我，老师，别再来了。文杰，学校出事了，救救我的学生，救救我的学生吧！走，哎，走。
我们来晚了，我们来晚了。平日里，咱都觉着自个儿是正规军，看不起这些警察兄弟。你们今儿给我记住，向鬼子打响第一枪的，就是这些警察兄弟。经理。 顶住20分钟，掩护那些女学生撤退。20分钟之内，谁也不许后退半步。文杰，给我把枪。老师，你会开枪？你就看好了。小军，在，小心点啊！老师，枪玩的够溜的，您到底是干啥的？以后再告诉你。 走，快走，快走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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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
马叔平安的转移走了，这仗。 嘿，你还长出息了，嘿，这哭啥呢？叨叨叨叨，你一天就知道叨叨，你他娘是人吗你？怎么了？他娘的，这几个月你干啥去了？啊，死活你告诉我一声啊！老子在家给你供着牌位，初一十五还得给你烧香，他娘的就差给你磕头了。 如果哪天你走了，我也给你烧香，行不？我不走，我活得好好的，我往哪走？别生气，你说把我移交给日本人是吧？你们大家所有人都以为我这肯定活不回来了是吧？我这死里逃生的回来了，你服不服？不服。我怎么回来的你就不想知道吗？你爱咋回来咋回来，我不管。别别别别别问我！我呀，我告诉你我咋回来的。我孙悟空转世啊！ 七十二变，你猴啊！你他娘把猴挠了，猴都不知道谁挠的，<笑>还哭上了还？哎，报告长官，后勤仓库遇袭，司令长官让你马上过去支援。知道了。嘿，走，后勤仓库。胡连军，胡连军，哎，胡连军，可了不得了，了不得了！干什么？嗨，出事了。 马叔啊，冲进了军官俱乐部，救了几个人跑了。哎，晚时间放他一下，咱们现在追出城还来得及。来得及也别追了，后勤出事了，夜叉司令官让我回去支援。那马叔不追了，当然要追了。你追马叔去，我回去追。走，哎，我追，哎，妈的，小子，哦，苦活累活全我们的，勇敢。 住手！别马叔去。小哥，嫂子，抓紧时间去跟文杰碰面。 是，大亮，你真的想当兵吗？嗯，可是你根本是当不了正规军的。那我也不管，你去哪儿你就去哪儿。小哥，让这些士兵把军装都脱下来，赶紧去跟文杰碰面。是。 小心点！小心，姐，啊，歇会儿，行不行？岔气儿了，快点，他们追上来了，赶紧走，让他歇会儿吧。 Thank you.
黄长官的部下，黄长官估计擅戒行会派人追你们，所以留下我们这几个接应你们。这几位太太是他让我交给你的。好，请你们放心，我一定会把这几位太太顺利送到黑龙江的。大家就在这儿休息一下吧，现在在这儿我们暂时都是安全的。丫头。 你没吓着吧？我开过枪，但我没开枪打过人。战争开始了，我们大家都得学会好自己保护自己。小葛，文杰，他知道这个地方吗？放心，原来我们演习在这儿宿过营。他能准时到吗？队长一定会到的，不过。 城里打的是一场硬仗，我们再等等他。我相信他，他会来的。全部下车，接受检查。下车。你们肯定玩过城里的女人了吧？ 光在城里做了，还带出来一个。长官，请出示您的证件。好。前五旗。高子权。走。你带领队伍到城外五公里等我。是。长官。 跟我去救我爹！好，别动，把枪放下，不然我杀了他。放下武器，都不要开枪，都把武器放下。把枪扔过来，扔过来。 行赏，你好干呐！啊，早晚也能挂上将星。什么？嗯。扔！你看，就算我挂上上将的军衔，也只是一个二等公民，我连一个关东军的二等兵都指挥不动啊！士兵们需要一个认识。 和试验的过程，德景，过去关中军一直把中国军人当做敌人。如果你放心，你现在已经加入了帝国，你就是帝国的人才，我们日本人尊重你。德景，我已经承诺了徐国珍的安全，你为什么还一定要留在徐府？我不是不信任你们。 我是害怕徐文杰回来救他爹。徐文杰拿着这些打不准目标的破枪，估计这货不是阵亡就是被俘了。我还真不信，他有胆子敢回来救人。方天，想要治理中国，就不能低估中国人。徐文杰想什么做什么，你们哪次猜准了？
如果徐文杰能突破路上的一道道防线来到这里，这个府邸还有徐国镇的处置权我全交给你。这可是你说的。有个事儿呢，一直憋在我心里。我这两天一宿一宿睡不着觉。我想我今天必须问问您。说吧。我的亲生父母是不是您给杀的？是，是我杀了他们。他们是杀人越货的土匪，我是官军，我只能那么做。收养你的时候我就知道，早晚会有今天。事情都是我做的，我不后悔。啊，徐旅长，我还是要感谢您的养育之恩。行不行？文杰，日本鬼子占了奉天，军队在撤，老百姓在逃，这时候还有谁让老百姓看到希望呢？我不走，就是要让人们知道，东北军教导旅徐国珍旅长还在奉天，不撤退，绝不低头。不管是谁的意思，你必须跟我走。我是在执行少帅的命令。
转过来。 真的能进来，但是你敢开枪吗？文杰，天都变了，你这是何苦呢？冷静。方天，这颗子弹给你留着，迟早有一天钉在你脑袋里。 兄弟俩可真是心有灵犀啊！所有关东军撤出徐府，警戒任务交给中国人。 起来之后，这些人都遇到危险，我得连长交代不了啊！你说的对，这些女人的丈夫都是打鬼子的英雄，我不能为了文杰把他们置在这么危险的环境中。 走吧，金河，走。 吉平，被鬼子占了，守卫的连半个月都没扛过，真太窝囊了。丫头，你是黑龙江人，你知不知道咱们到哈尔滨还要走多长时间？走大道的话，怎么着也得半个月，小道就不一定了。现在天气这么冷，到处都上冻，这些太太们身体又虚弱，走不了多一会儿。这路上到处都是鬼子的关卡。 我们东北满洲旧国军治安军司令部和参谋部正式成立了。昨晚关东军接管了奉天的治安之后，我们按照奉天中佐的要求，及时的接管了枪炮厂、机场及弹药装备库。这是东北军的所有武器弹药的装备明细。
野仓司令官，请过目。简先军，介绍一下我们的战利品。昨晚我们共缴获东北军的步枪15万支，手枪6万支，各种野炮、重炮250门。这些武器基本都是仿造德国和日本的同口径武器，还有我们缴获了各种子弹300余万发，炮弹10余万发，还有一些携带生化弹头的武器，也都按照要求全部的移交给了关东军。另外，东北航空处积存了300架飞机，都是美国和意大利生产的。这些武器装备在中国的军队里头都是上等货。有了这些武器装备，我相信大日本皇军和我们满洲救国军一定能尽早地接管全东北。东北边业银行的7000万存款也被我们拥有了。我宣布几件事情：中国东北全境已经脱离民国政府，宣布独立，成立了满洲帝国。为此，中国东北全境内的中国军队改编为治安军，治安军的司令由单建行先生担任。郝一人中校担任参谋部副参谋长。多吉中校担任治安军直属团团长。丰田一人负责丰田的全部军务。我代表治安军司令部宣布，我们准备举办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，热烈的欢迎关东军接管东北自治政府的防务，东北人民由此进入幸福的大东亚共荣圈。各位中国的军官，大家好，很高兴你们能够弃暗投明，加入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大中亚共荣圈。是啊，丰田君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单长官还有多吉就和我们大日本帝国一块共荣了。是不是啊，单长官？丰田长官，我们一直合作得很默契，如今改头换日了，这好日子还在后头呢，是不是多吉？好日子在后头呢，可是有些人就是看不清楚形势，公然和我们大日本帝国作对。松本在。这几个人是干嘛的？他们是徐国珍的旧部，不愿意归顺咱们大日本帝国。我们大日本帝国从不强人所难。啊！
向英勇杀敌的烈士们敬礼！向无辜死难的百姓们敬礼！向拒绝执行不抵抗政策这个操蛋命令的全体官兵将士们敬礼！ 行，小可，咱这儿还有吃的吗？没了，出来的时候一点都没背。大梁，哎，大梁，你跟兄弟们在这儿警戒，我跟小可去找点吃的。哎，姐姐，我也感觉。走吧，走人，你们轻点。嫂子，这两天一直吃糠咽菜。 你身体受得了吗？受得了。我在江西的时候还吃过一年的野菜呢。江西，蒋介石剿我们共产党的时候，把所有的粮食通路都给堵上了。他以为这样，我们就会投降呢。结果没想到，我们靠着吃野菜，也把蒋介石给打败了。站住！你是共产党？ 你反对共产党？你不会是赤匪派来的奸细吧？我们共产党不培养奸细，我来奉天就是为了联合社会各界共同抗日。哎，小可哥，中国人的枪不对着中国人。